我刚开始其实是住在一起，你知道我有多可怜吗？我那时候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要回台北跟办事情，就说两天而已，然后我就把水果切好放在冰箱里面，然后隔两天我回来，空盘子都在冰箱里，就问你不洗没关系，你用水泡起来，你为什么要冰回去冰箱呢？他说保鲜法，他说因为要洗麻烦，怕有蚂蚁啊，冰回冰箱就没有蚂蚁。我说下次麻烦你吃完给我放到水槽，用水泡起来，你不用洗，我会回来洗，给你给我泡起来。好，那到这样子以后，隔两天要把它切好水果，隔两天再回去，每一个盘子都剩一个，因为他说我没吃完，所以你说众老公就跟你杠上了，你要住在一起，你不气死了吗？哎，大家好。其实呢，那个就是要分开住，也是我的条件之一啊。就是人家不都说什么，刚开始要结婚的时候，一定先问，哎，以后会不会跟公婆住？不会跟公婆住，这可以理解，这个就 OK 了。可以理解。那我老公是因为我在跟他交往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是台中，那我在台北。那当然，相对的，我当初也觉得结了婚就应该两个人要在一起，所以我有配合他，就是还是去台中住一段时间。可是殊不知，我们俩都属于火爆脾气啦，所以呢，我们两个就是相处在一起太久的话，可能就会开始他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他也不顺眼。那所以也因为我们现在台北台中，那个我在台北工作嘛，所以我就假日回去，然后平日我大概在台北，所以我们这样有这样分开两地的状况，所以我们婚姻到现在我们交往四年，结婚二十年了，二十年了，我们结婚二十年没有离婚了，其实也算是蛮好的维持方式，对，这真的我觉得也算是可以维系感情的方法。嗯哼，看一下网友第二个提问，好。会感到很狐疑的地方，分居婚哈、哦，感情不好，准备离婚了吗？就是不够爱嘛，才要分开住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哎，我真的不会这样觉得。我觉得你也被这样问过吗？我就被问过、啊，我也被问过，而且那个像有时候去露营，他们就说，我觉得你的婚姻维持不久。我说搞不好你离了我都还没离耶，你怎么要这样讲呢？我就是因为是分居的，所以我分居婚我才会维持的比较长。因为旧式的想法是，你可能会说哦，我们分居啊。分居是哦，好像你们是要一点时间，两个人互相思考一下未来怎么走，然后先分居。没有，不是，我觉得不是这样讲，因为你看，像比如说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好，我们两个，那我们俩的状况是那种，就其实因为彼此的脾气都会比较冲一点，那可是因为现在小孩是留在台中，是他在顾，他又要上班，晚上回去要顾小孩，所以我回到台北，我其实是自己一个人，所以当我五六日回去的时候，他就算再生气，我都会耐下性子来好好服侍他，跪在那里帮他。真的帮他做很多事情，因为了我四天的自由，那三天我很愿意，我忍了。可是也因为这样子，感情才会变好，你就不会去跟他硬碰硬啊。那像有时候，就像你刚刚讲的，因为就是有自己的自由时间，所以本来我也是不会说好听话的人。我看到他说，我甚至有时候他听到他讲话，哎呦，小孩喉咙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挂掉电话我就传讯给他，哎，你生病了吗？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你不可以生病，是我们家的天哦，我们没有你不行哦。我跟小孩怎么样？反正就是会写这种很长篇大论给他。我觉得我相信他看了其实是开心的。对，就你会愿意为了他去做一些本来我不愿意做的事。哎，问一下老师这边哈，是，就是你知道结婚久了，就是不管就是。两个人看久，对，常常被问到说怎么保持那个新鲜感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样我听了好羡慕他们，我应该来请教你们怎么样可以从头开始分居婚。好了，重点是这样，就是夫妻哈，像他们是因为长久不见，然后感觉新鲜感。那如果像我们这种已婚，然后怎么样保持一个彼此的亲密感觉？你听好，我在听。对，那就是有一个绝招，叫做约出去开会。哦，因为在外面约会。那个 waiters 啊，那些人都很多，就大家客客气气。哦，啊，您要吃什么？这次我请你冰淇淋，你要吃哪一个？就是说去营造出一个谈恋爱的情境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每天在家里摩擦了，一看他就讨厌，对不对？一讲话就怎么样，我们就会不开心嘛。不像他们是久久见一次，觉得啊又好可爱啊又好帅。没有，我刚开始没有久久见一次，我刚开始其实是住在一起。你知道我有多可怜吗？我那时候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要回台北跟办事情，就两天而已。然后我就把水果切好放在冰箱里面，然后隔两天我回来，空盘子都在冰箱里。就问你
你不洗没关系，你用水泡起来，你为什么要冰回去冰箱呢？他说保鲜法，他说因为要洗麻烦，怕有蚂蚁啊，冰回冰箱就没有蚂蚁。我说下次麻烦你吃完给我放到水槽，用水泡起来，你不用洗，我会回来洗，给你给我泡起来。好，那到这样子以后，隔两天要把它切好水果，隔两天再回去，每一个盘子都剩一个，因为他说我没吃完，所以你说众老公就跟你杠上了，你要不开心，你不气死了吗？开车的时候也是，我们家两台车，我永远开到那台车，就是一发到上面写请加油。我要是真生气，我就直接给他 po 那个社群脸书，然后直接 tag 他说，谢谢我老公每天都叫我加油啊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，就标注他。然后他所有朋友说，哇，你看你老婆怎么这么正面啊什么，他就不好意思，我才后来就再也没有这有请加油这三个字，才变成这样。哦，那分居之后就不会碰到这种事了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自己照顾好，对，你就把自己弄好就好。哦，因为他也改变不了了嘛。对，就刚他改变不了，那你就是对，我们就想办法嘛，想办法。那可是因为有这样分开，我就愿意配合。嗯，你就算没有，我也会愿意配合你，因为我有自由四天，一个礼拜七天，我至少四天单身的，可以去玩。